请编副署长，请。啊，郑委员好，秘书长好。今天的版本啊，威权统治啊，威权统治时期是民国34年开始啊。就台湾的原住民族而言，威权统治不是34年之后。 不是民国34年之后，日据时代是不是？是吧？对。那清朝是不是？那中华民国开始算起了。就台湾的原，我刚问的是，就台湾的原住民族而言。哦，那更早了。对不对？那个都是威权统治时期啊。所以，以今天的这个版本呢、啊？ 不仅仅是没有把原住民族相关的这些需要转型正义的，就算是民国34年之后也有很多啊。何况就台湾原住民族而言，威权统治时期是包含了清朝，包含清朝更早的郑成功啊，还有很多啊，明政啊，明朝啊，都有。 那如果我们看清朝好了，清朝的大清律例啊，大清律例，清朝在康熙61年，1722年，特别有一个大清律例规定，民就是人民呢，就是指啊，在大陆的这些啊，清朝的人民呢，啊，在大陆的清朝的人民，包括在台湾从这个闽啊。 这个福建呢、啊，迁过来的这些，民业界入生番地，视同出道夜观赛。清朝的人民呢，就不包括原住民，现在原住民呢，啊，以前被叫称为生番嘛，啊，民业界入生番地，视同出山海关一样啊。 所以，当初有个藩界在那边啊，所以就台湾的原住民族而言，这个生藩地最起码大清律例已经明确的止界了在那边，这个就是都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嘛，对不对？那到了日据时代，啊，又透过了很多很多的措施，日据初期啊，他们去调查，啊，去调查。 在这个所谓的藩地，啊，当时日据时代的藩地，166万公顷，啊，166万公顷，这个都是透过行政的手段，啊，统治者透过行政的手段，把这个原来的清朝的土牛红线藩界一直往，啊。 啊，一直做一个不同时期，166万公顷，后来又变成什么45万公顷。国民政府来了之后，变成24万公顷了，24万公顷。像这样的就是一个原住民族土地，更是需要转型正义，更是需要转型正义。 所以，这个威权统治时期啊，不能用汉人的眼光啊去看呐、啊，很像在民国34年以前，啊，相关的这些统治都不是威权统治。如果我们讲很多的那个事件，清朝的时候啊，大港口事件，在封滨的秀姑峦溪出海口，大港口事件。 还有嘉里湾事件，都是清朝的时候。当然，日据时代更多了，啊，也许中华民国政府说，那日据时代的我去跟，啊，去跟这个，日本，啊，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但是就中华民国而言呢，啊，你不能否认前面的清朝了，啊，绝对不能否认前面的清朝。所以今天谈这个。 促进转型正义，就原住民族而言是非常非常的遗憾。
竟然只看到能力的问题啊！哦，看起来这个整个所要处理的内容是能力的问题。对原住民族而言，能跟力都有啊，原住民都有啊，都有，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不能视而不见啊，不能视而不见，原住民族在转型正义这个区块里面应该要有的一个角色跟地位。我们就以这个国民政府来了之后，国有财产法，这个副署长，国有财产法第二条怎么规定，知道吗？我想，因为基于国家权益等相关法律在取得的叫国有资产，不是了。凡不属于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财产，视为国有财产。你看，我们的土地就这样流失了。我们的居住的地方，我们在耕作的地方，以那个年代，民国三十五年，土地法，到了土地法，民国十九年就定了。后来不断的修，但是那条条文一直存在着。57条，无人申请登记之土地，就把它列为国有土地。对原住民族而言，这本来就是我的土地，我为什么要去登记啊？而且早期有什么？有田赋啊，还要缴田赋，我的土地我还缴田赋，所以很多都没有登记。没有登记的结果，按照法律就把它列为国有财产。像这样的，你说修国有财产法，你把它拿掉，就这个删除掉，也无法解决原住民族土地的问题啊，对不对？你把土地法57条删除，也无法解决，所以一定要有针对原住民族土地的转型正义的这些基本的法律。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原住民族土地的转型正义，事实上原基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当然有规定，但是蓝绿执政的这几年两次了，520之后是第三次，就是民进党再次的执政，原基法都没有落实啊。原基法定得非常清清楚楚，政府要承认原住民族的土地跟自然资源的权利，十多年了完全没有。所以现在民进党新的政府520剩下20几天了，所以这个要拜托我们的赵伟啊，不要那么急着排了，至少我要问那个简秘书长也是不好问嘛，对不对？我要问他，这个又不是我的版本，又不是我未来要处理的东西，何况他剩下20几天，新的秘书长都发布了嘛，如果还没有发布，你可能还有机会啊，对不对？你都发布了嘛，都发布了，所以我现在在问这怎么问，对不对？副署长又是事务官，我事务官我也当过事务官，我做不了主啊，对不对？这是这个一个这么重大的事情，何况原基法虽然定得非常清楚，也要成立什么，也要设置原住民族土地调查处理委员会。原基法20条有明定哦，要成立原住民族调查处理委员会啊，而且要另以法律定之。不管是民进党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都没有定都用什么理由因为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已经明定的几个法几个组织，对不对？几个部、几个委员会、几个独立机关，然后行政院在定行政院组织法的时候也没有把它纳入，所以像这样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质询了。秘书长就请坐吧，副署长请坐，行，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苏巧慧委员，时间8分钟。
主席，请秘书长。请秘书长。苏元好，秘书长好，辛苦了，漫长的一天了，谢谢。好，阿胆行哈，既然这样经过了这么长哈时间，我早上都很认真听您的答复，那在这里，请你帮我们再重复一次，你对转型。